他上杭州啊去打工去，他们是在饭店喝完酒回来租的楼，三楼，他说脑袋着地了，这女孩子没有了，这不等于天塌下，更天塌下了。赵大姐说，女儿的离世带走了她所有的希望，本想着就这样过一辈子，但一场阑尾炎发作，让赵大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她觉得自己还得有个伴儿啊。要对我好就行，你就是说的，但是房子必须得有，工作得有，脾气必须得好，他们同为丧偶，都想在晚年拥有一个陪伴自己的伴儿。于是红娘决定让赵大姐和王大哥见一面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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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赵翠红，赵大姐，然后王占元，王大哥。总体来讲还可以。第一眼有点丑，还行。通过简单的见面，两个人都觉得眼缘还算过关。而作为男士，王大哥进屋首先介绍起了自己的情况。现在我工资还算可以，4800块钱，那也够用了，还算可以。大姐也有老板是不是？有，我2000，我也是正式退的，我是接我爱人班。原来退休下张四，我家他在井下没的。27他就没了。他27就没了，我家孩子4毛岁。工伤啊。那当时就没了。他是放炮的，当时就没了。你那个爱人是离婚的，是丧偶的。丧偶13个月了。啊，也13个月了。13个月了。将近14个月了。14个月也，但也没那啥，没找过找伴儿。是始终没找。始终没找。始终没找。始终没找，这玩意儿，咱说实话。对对。不好找。哎呀，真是不好，不好找。不好找。那玩意儿。多少人都看的呀，确实一家过日百家撂，日家过日百家撂高，我们那嘎子也有，老伴没了以后都说七八个，对，您说的是完全正确，完全对，说就对，一个不行，一个不行带领再换，带换，我说呀，你哎呀我那不行啊，是过日子，那不管是男女，你虽然是我一个女同志，我干活你都知道，我什么都不愿求人，因为啥？你就是女的。我们从小就是孩子，不是这个心太刚强了。因为啥呢？寡妇门前是非多，尽可量不求人男人，知道不？挺对路，挺对路，观点挺好的。人品还行，人品还行，还能过关。有的说的在外边就是有老伴了，他还在外边还想沾花惹草呢。别说他没有老伴了，这个是，这个吧还行。同为丧偶的两个人在择偶观上观点相同，这聊着聊着，红娘发现这在消费观上两个人更是合拍。穿的也不弄说太贵，但是就是我相中的挺时尚的，就是什么太贵的我也不买，不乱花，不乱。平时大概啥价位？出来大概啥价位？哎呀妈呀，那最价位呢？那就是200块钱，那就算贵的了吧？这个。还那么挂那个没有太贵的，这才80多，没有贵的。哎呀，哎，这100块钱送我大孙儿去，没有贵的，没有贵东西。但质量还行。但是我买的东西吧，不是说你贵，穿上身上你就好，但你穿上就非常有气质，就挺好的。没有太贵的，非得挑特别贵的。贵的你不一定他穿上你就合体它好看的。觉得大姐这消费观念了，可以。我不消笑人家烂花。那这可以。可以，但是没像那个说的，我有300的，我不买，我要1000的，人家没说，就只是说100多块钱，你还别说，两个人越唠越对撇子，这气氛呀也是越来越融洽。而这时，王大哥提出了在一起之后工资如何分配的问题。在这个金钱方面，就说。有什么要求吗？金钱吧，金钱的我这工资是不能动，因为啥？我这也没有什么人，我得留点后路。你说对对你说的，我完全完全对不对？完全赞成，对不对？完全赞成。但是这个工资的事吧，反正我们这块吧，这块不管是长春、吉林、长春的，他们有的说是给钱，一月说给你生活费多钱，完了提办是吃着花的，都是男方的，说是不是？那你说你明白点，清晰点。都是工资，就是说开支一月就是给我1000块钱。完剩下吃饭
花的都是南方老头。我听明白了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些吃喝乱七八糟，这是买菜了，是米油酱油，南方。一个相中这件衣服，再买哪件衣服，是不是？完了，额外一个月，假如我一个月开4800块钱。我给你拿1000块钱月月，对，是不是这？我听明白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是这个意思。听明白。我给他1000块钱，我2000都能给起，就我这工资，我2000都能给起。他不是那么回事啊，他不是奔找伴来的，互相照顾、互相爱护一下子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不是他的思想，我看是有点不存。不存。大姐，咱们都有2000块钱存款了，要给1000块钱，你是怕大哥不给你买东西吗？不是，反正我们这块儿这边的，我们这边都是，我们这嘎长春找长春都好几个都是上偶的，全都是，不管是我要这1000块钱，但是我提的钱也是对劲儿。我们这嘎有好几个，我们楼下找的是土梅岭老伴儿，他开5000多，他是老师，他在一楼，他现在在土梅岭还有房子，大项链给他买的，现在也给1000多块钱。对你特别好的话，就也不是会差你吃喝穿啥的，这1000块钱还得要吗？那你要是说买啥，会人老头要钱，我这辈子好像没有那时候会人要钱。我个个有钱，我愿意买啥买啥呗。就说我相中这东西了，你说你相中了，说买多钱，完了你掏钱买。我假如我相中了，真想买还贵，你不舍得给我掏钱。你说你在这上，是不是？我看有多些多这样事儿的。那个我接受不了，真心对你好。我没说吗？真心对你好，我工资折子到时候都可以给他。赵大姐觉得自己无子女，自己的工资得留着养老，想要这1000块钱呢，也想要买东西的时候不用再伸手要钱。而王大哥认为两个人过日子还得给生活费，这日子就变了味儿了。最后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无法达成一致，决定当个朋友相处了。赵大姐说自己没儿没女，老伴儿要是每个月能给存点钱的话，这心里多少能踏实一点。但是王大哥说，别说一个月存1000，就是一个月存2000，他也能存得起。就是这种生活方式，他不能接受。大哥认为这样的话，俩人这心呐就没在一起。那按照王大哥的想法呢，红娘又为他介绍了家住长春、退休之后呢还在美食城打工的刘国新刘大姐。你好姐，我是红娘小琴。谢了。刘国新60岁，退休金1700元，婚姻状况离异，居住地长春，住房面积61平米。咱就是那个平时在这干啥活儿的？我们一天两个来，新擦桌子，后擦地，完了之后就今晚撤擦。现在是刚才是干完活了吗？干完活了，可以待了，等到中午饭口11点多吧。完了就开始干活了，应该多了。平时刘大姐在家附近的美食城打工，一来可以打发时间，二来还可以多一份收入。那咱平时就是这个忙的话，就是除了擦桌子和擦地还收拾啥吗？不收拾就等着今晚了。就等着今晚。那中午的时候就连轴转了就行。对，穿完这桌穿那桌。对，拿紧子码，紧子跑。哎，这大姐多大了？60。对。咱60了，有退休金啥的吗？有啊，有退休金。原来是哪个科呀？我原来是消防器材的。咱现在退休金有多些呀？1700多块钱。那如果正常像咱们在这边生活的话，像咱们这大岁数生活应该也够啊，1700多块钱。那不是待不住吗？身体好。身体好。对，待不住，自己一个人没意思。刘大姐说自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，平时在家干呆着，还不如出去打打工，既能赚钱，还能和姐妹们在一起聊聊天。就连她几个月前淋巴结节手术后，也只在家待了几个月，就回到了工作之中。我这不是结节吗？完了之后结节，完了之后做手术，搁家待了3个多月吧，4个左右月。完了，这边好姐妹又给我招回来，咋跟？不让待，不让待，你搁家待干啥？你出来呗，有说话有唠嗑的，这样式的。完我看不住人家这么招呼，哪一招呼就回来了。那这帮好姐们是那个都是在这块交的朋友？都是搁这的好姐们。妈，那大姐性格应该是挺不错呀。外向人。外向人啊？外向人。要不然咋能交的那么多？都是好姐妹，真的。这里头我没跟谁计较过，没跟谁计较过。我们原先这里头一共是12个人吧，就属于咱们的，完了没计较过。
性格开朗外向的刘大姐在单位和谁都关系很不错。这不啊，看到红娘要给刘大姐介绍对象，刚到单位的小姐妹呀，还没等换工作服，就直接来为刘大姐说了两句。不是人好，就是谁要跟他在一起，你就是说的真的什么说的没有。咋说人好呢？觉得就是说的，哎呦我都没法形容怎么好，就是好，就是好，就是为人呐、啊，处事啊，真的。没有他的麻利，没有他想不到的事儿、哦。咋说呢？应该就是说什么事儿人自己都能想到，都不用操心。谁要跟他在一起，真的是福分，真的。因为刘大姐还没下班，她和红娘说啊，等自己下班后再带红娘回家继续聊。这红娘等了一阵子，终于等到了刘大姐下班。那咱这下班了，咱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走吧，上班。咱让她今天忙不忙了吗？今天呢忙、啊，人多，中午才人多，也挺多的。行，咱干工作这块看，咱回家看看就行不行？走吧，行哈，咱家往哪头走？往人那看，往上一走就是。往这块一走就是哈。啊，对，那三门，我家三门。请进，好，去，先进了啊，旁边有席。哎呀，我还得先走。哇，这小姑还挺老啊，咱这是一室一厅吗？属于两室没厅啊？两室啊，这就属于两室没有厅，这老树林房啊，就相当于把这个屋改成一个小型的厅了。现在属于那一个人，孩子结婚走了，我就搁这屋就当厅了啊。原来是跟孩子一起住是吧？原先这屋没有沙发，我他姑娘搁那屋，我搁这屋，两张床，我后来周出一张床。原来之前刘大姐一直和女儿一起住，自打女儿结婚后，刘大姐就开始了独居生活，除了平时工作早晚班倒，其余的时间就都靠刷手机来打发了。不可以就是刷视频不得金币吗？得金币不直接就提到红包了吗？那谁告诉你或者咋了解到的呢？不是我们单位这边也都整，我也就整，都整挺好的，就还能了解了解新闻，完还能就是得点钱啥，还挺好的啊。对呀、啊，自己现在自己待多长时间了都属于、啊、姑娘结婚几年了，孩子三生儿多。刘大姐说自己之所以又打工又刷视频，主要原因还是为了打发时间。自打18年前丈夫出轨，两个人离婚后，刘大姐一直和女儿在一起生活。这女儿结婚了，剩下刘大姐独自生活，才发现一个人的日子实在难熬啊。那是吧，人家姑娘同学咋一动都来了，她也张罗老妈，她也张罗老妈，反正就时间长就都打发了，也没觉得寂寞，也没觉得孤独。现在是说实个，你真的想找个伴儿。为啥会有这样的改变呢？心里头？因为我万一有点磕碰啥的，我真要磕懵了起不来嘛，他我谁不知道？就回来脱脱那个袜子，完了之后掉了去捡去，磕那个棍儿上，就那个青的。磕那棍儿上了、那磕一下是严重吗？哎呀妈，就这么摁着杆子，摁着杆大包屋去起呀、这都7-8天了，好了。你那时候磕迷糊没啊？磕懵了。磕懵了，磕懵了，嘣一下就蹲到地了，嘣一下坐地下了，就那事儿就完了。这因为一次意外摔倒，让刘大姐意识到家里没个人真是不行。那她现在对于另一半有什么样的要求呢？年龄嘛，兄人比我大个7-8岁的，70岁以后的就不能接受。70岁以后接受不了。完了之后就是能互相理解、包容。真心话嘞，为了后组成这个家嘛，幸福美满就行了。现在的刘大姐就想找个能和她好好过日子、能照顾自己一点的人，而王大哥性格好、会过日子，两个人在一起性格方面都是开朗的人。那他们的见面能否对上彼此的眼缘呢？广告回来，相亲继续。性格开朗的刘大姐除了每天美食城的工作，平时都靠玩手机和看电视来打发时间。本想着一直这样过，可一次意外摔倒使刘大姐觉得身边没个人是真不行。于是红娘带着王大哥来到了刘大姐的家，不知道他们的见面能否对上彼此的眼缘呢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来，哥先换一下鞋吧。请坐，请坐。刘国新，刘大姐。对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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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王站员，你好，王站员，王大哥。啊，你好。感觉咋样？刚才第一眼瞅，还行。那挺好，挺是就是有眼缘儿。
那挺顺眼的。一见面，两个人演员方面都挺不错。这王大哥开始主动问起了刘大姐的情况。那什么，哪个单位退的上任？我是消防器材，完了之后后来被德国买断了。退完之后，这样的话，这就是没事就是这么打工了。我一直是这么是循环的，因为我离异之后，姑娘盼着我了，姑娘现在嫁到松原去了。离异的，这玩意儿属于活头，他有时候有的有罗了。那离异多少年了？我呀，我2002年离婚的，一直到现在，这不因为带个姑娘吗？那点小红娘问我说：“你怎么一直没找呢？带个姑娘你就不能找，因为说啥的，人心叵测呀。”没什么罗了，都断多少年了。关于离婚这方面的顾虑解决后，王大哥说出了自己找另一半的态度。后组合的这玩意儿，咱说句良心话，后组合的必须得拿真心换真心呐。那必须的，因为咱这个栏目里头，我那俩必须得真心换真心呐。这玩意儿，如果你要不真心换真心的话，你没法过呀。嗯，对。我看他们组合这些人了。一个是在金钱上出现分歧，第二是在儿女方面出现分歧。像大哥家是儿女都支持。对，咱们这个要如果儿女支持，我家姑娘儿子都支持。支持吧，支持是他支持我姑娘话了，爸，你要找个老伴儿，找得好的，那不好的那不还不如不找。哪个你后背上能给你写这个是好的，那个是不好的？但是是不好的。我就得寻啥呢哈，咱们就平命由天嘛，因为咱心地善良。这些话嘞，我就觉得老天会睁开眼睛，会赐给一个好老伴儿。大哥心里觉得好的老伴儿是啥样，算是好老伴儿呢？这玩意儿是这样，我们那嘎子我都看着，我就咱们不会看嘛。我们那个这老头60以上的，70以下的，75、76的。找这老伴儿，10个得有9个奔钱来呀，奔钱来。那不是找老伴儿，是找钱，懂不懂？在这儿的啊。但我的目的是啥呢？我的要求并不高，个头不要求多高，完了长相还不要求多高，就是你工资退休金呢，能3000块钱以上就行。这些话来的，完了之后这样，起码够俩生活的呀。不是，你不够，我还有的。不，退休金得够俩不？退休金得你男方为主，得靠男方得够俩生活。完了，这些话俩人在一起，出去溜达一起溜达，买菜一起去买去，最起码有个唠嗑说话的。真要我磕懵了坐那嘎达，能等我磕懵了吗？是不是？你看人这个说的多痛快，这个大姐，我一月挣4600-700块钱。你不够，还有我的钱呢。你看看人家，但是我还得问问他，你对金钱有没有什么要求，都得当面问问，是不是？得当面上问问。这刘大姐的话让王大哥很是感动，但王大哥表示啊，还是要和刘大姐在物质方面说明白，以免以后出现问题。那两个人的继续了解能否使两个人牵手成功呢？广告之后相亲继续。王大哥一直想找一个不在乎物质条件的伴儿，而面对物质条件，刘大姐也表示，两个人在一起就是相互有个依靠，如果工资不够花，还有自己的。这句话让王大哥表示十分感动，但王大哥还是觉得应该在物质方面和刘大姐再多了解一下，以免以后过日子因为钱财方面出现问题。有话说到当面，好吗？对。你对金钱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啊？我没啥要求，我就觉得这个岁数了找个伴儿，这是真心的啊。为啥说呢？这些话呢，钱财我并不看得那么重要。俩人这能付出真心的，我真心对你好。你真心对我好，俩人互敬互爱。就白头到老就完事儿了，毕竟都受过坎坷，对不对？这样式的情况下，我是真心的，是找伴儿，我不是找钱啊。我都是真心话，挺好，挺好，真是挺好。你俩人凑到一起的情况下，俩人之间必须得珍惜，这个珍惜对方，包容对方，理解对方。那句话，你这样式的，不是说是他所说那个，他说那个，比方说现在那个女的，多数找老伴80%-90%，都是说是奔钱。我接受不了这个，我因为我不是从那目的去的。
对于刘大姐的回答，王大哥是100个满意，主动提出未来的生活全由我来承担。假如到了今天组合了，嗯嗯，组合一年，嗯，我的工资咱俩花不了，要是会过日子行呢，一月最低得剩3000块钱。是，假如说一年，一个月剩3000，一年剩3万，嗯，我岁数肯定比你大，嗯，我得考虑对你负责呀。嗯，假如说组合5年剩15万，嗯，到时候我，在我咽气之前，这15万你揣的都就是你的呀。你这我说的话可能你不信，你别乐，你别不你我你别你别不信，他都想这么多，你别不信呐，根本都没有想。因为啥说呢？你跟我组合就不容易，组合10年30万，30万是你的，没有闺女的份儿。为你跟您说没有闺女的份儿呢？我老伴儿这是，第一，你是第二，我已经给你们了，是我们俩组合以后的钱。对。对 你还要啥呀？他就分得挺清楚。我考虑，我得给你个，我给你个那什么呢？定心丸吃啊。嗯。虽然你没要钱，但是我就感动啊。我就觉得他考虑的挺多，我没考虑，因为我这个人，心大，那些个事儿，好像我都没过脑子，人家都考虑了。我就感觉他是挺真心的。那对我比他大这么多岁，你您能不考虑吗？不是话，不是咱说实话，说白了，找你干啥呀？人有房子有工资，人不能活呀？找你不就想有个依靠吗？有个伴儿啊，有个伴儿什么的，是吧？有个依靠不是吗？这么的，我说的不一定对啊。嗯嗯啊，得处一个阶段，得互相了解一下。对，可以了解了解，可以了解了解。